世宗刚刚看到的是赖清德回应蔡英文的外交出访。那这一回合除了在欧洲议会的出访演讲很成功，而且众所瞩目的是美国大选将至，而蔡英文也可能在关键的时间访美。对，没错，我们刚才看的画面是他去参加这个仰山文教基金会举办的这个台湾民主这个寻踪的这个书法展。那这个书法展里面来说，他当然讲了非常多，包括说民主得来不易啊，面对外来威胁要团结打拼。那当然外来威胁最严重就是中国嘛。那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中国这一次的联合利剑2024呢，比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内幕。他们说这一次呢，中国有这个25艘军舰呢，靠近台湾24海里的这个临街区。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国呢在这次军演里面有朝内陆发射了2枚飞弹。那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他们有可能呢在大规模的训练之后呢，由训练转为攻击的这个态势。那尤其外国都认为说，他未来可能会在一直不断的这样演练说。哪一天呢？我就真的从这个所谓的训练转成攻击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这一次呢，出动153架的这个飞机啦，然后其中有110架飞入我们台湾的相关的领域啦，另外还有十八艘的这个军舰，还有18艘的海警船都来到这个地方。那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海警呢，事实上也隶属于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这个军委会所管，所以其实军委会下令的话，海警呢事实上是可以跟他们军舰一起攻击的。所以这个其实大家要稍微小心一点。那当然了，因为这一次的联合利剑军演的时候，我们台湾方面已经说，在他要举行军演的前一天，我们就已经掌握到了。所以当然面对最大威胁是来自中国。不过呢，目前为止呢，国际对台湾的支持我觉得倒是越来越多。那尤其我觉得看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大家最近看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到欧洲去访问，到捷克，然后到法国，然后又到比利时去，另外就是英国首相，英国很少这样，英国首相这个前首相苏纳克，他就在这，因为他们的英国的议会是一面对面的嘛，他就质询现在的首相斯凯尔，就说：“哎，那中国军演怎么这样？”他就说了：“中国围台军演不利于和平稳定。”他这样，然后在野党就说：“那你要谴责这个北京啊！”但他没有谴责啊，因为接下来的英国外相要去中国访问。不过你可以看出来，哎，台湾问题现在也登上了这个英国的议会的讨论。另外就是，加拿大的智库也发表对台湾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的这个新总理呢，显然他对这个中国是比较没有那么满意的。不过他说我们要中国要持续，我们意大利要持续跟中国这个进行对话。不过呢，当然就这个中国媒体就说，你看意大利还是跟我们好了嘛。不过意大利外长就说，没有没有，我们不代表要跟中国和好，我们只是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对话的管道。他就说我们意大利对中国还强硬哦，因为前一阵子这个欧盟不是有通过一个对中国的这个关税吗？他说我们意大利是投赞成票哦，所以我们没有跟他站在一起的这个状况。好，那接下来就是蔡英文总统。蔡英文前总统来说的话，他这一次呢真的是蛮风光的，尤其是他是第一次的卸任元首，第一个人走到我们的这个走到欧盟的总部去演讲。那他抵达这个布鲁塞尔，当然发表一些演讲。那甚至呢，欧洲议会的成员也举了这个白酒跟他这个对干啊，就说哎，敬这个自由、民主跟友谊啊。所以看起来的话是真的还蛮这个受到瞩目的。那当然很重要，就是因为紧接下来的话，有美国媒体这个曝露说，他且可能在未来几周之内会访问美国。那因为这个访问时间点来说的话，要么在美国选举之前，要么在美国选举之后。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他访问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然后他见了哪些人，都非常重要。那最后就是讲一讲，就是我们台湾民意基金会有针对我们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这一次的双十演说，目前为止的说，他们的民意支持的调查里面有71%的人是支持赖清德总统的说法。那特别比较特别是，蓝绿白所有的支持者都同意过半，所以显见赖清德总统在国庆的讲话来说，已经慢慢变成了全民的共识。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官，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林官说说看，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